白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杖、啊。怎么啦，小美？啊，婆婆，过来救我！你是整的哪一出啊？在嘴里练瑜伽吗？嗯，快别说了，婆婆，我的脚被石头砸了。哎，上来再说。哎，没什么大愿望。我看看，嗯，怎么样，断了没啊？什么痕迹都没有呀、啊？哎，啊，没砸到吗？傻乎乎的，好端端的跑河里砸自己脚干嘛？我看到有条黄骨鱼跑到石头缝里面去了呀。啊，来，那你看，哎呀，这种鱼又脏又腥又没肉，送我都不吃。你懂什么？这野生的黄骨鱼可不一样，清甜的很。你看这个水质多干净啊，帮我装一点嘛，婆婆。我没空，我要去地里干活。哼，你不帮我装，我自己抓。你看小狗在说小风声在。哎，这拿你没办法，你好好在这里坐着等吧。哎，小美，你们在抓鱼啊？是啊。你可真有福气啊，你婆婆对你真好啊。还好吧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像我婆婆，我就买了一件衣服都被她说了一顿。哎，都怪自己没收入，在婆家被嫌弃，要忙家里的事，也不能出去上班，要是在家里也能挣钱就好了。你婆婆让我来吧。你什么钱呀？没事，又没砸到，小心点。哎，宝宝，这里有两条，快去快去，放到这里。笑就好，哭也好。好了，坐得了，回家了。啊，日记就是自己最美的。你不去地里干活了吗，婆婆？衣服都湿了，还怎么干？今天就当放假了。哦，婆婆，你说这个鱼是清蒸还是油炸好呀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看你都变成小胖妞了。我这是标准身材，好生养着呢。是是是，你这是唐朝标准。哼，婆婆，你做鱼辛苦了，让我来做吧。你行不行啊？可别糟蹋了这么好的食材。放心吧，做出来保证能让你吃三碗米饭。小心别被鱼刺扎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冬天豆腐来一块。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慰。配菜也切好了。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。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。来，婆婆，快来尝尝看我做的黄骨鱼，看上去还不错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，好清甜啊，果然和市场买的黄骨鱼不一样。那当然，小时候我爸经常说的就是这个味道。哎，可惜现在野生人太少了，可遇不可求啊。是啊，小时候还有很多品种的小鱼小虾呢，根本吃不完，现在都很少见咯。好多美好的童年回忆都回不去了。对了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嗯，有好吃的我都给忘了。嘿，应该没事了，婆婆。没事，那明天跟我去地里干活吧。啊，好吧。